欢迎进入滴滴快车，芝麻开门。外国上下课，中国武术。去一趟少林寺也学。能否完成游戏，实现心愿？狮子情侣现场飙升，票扣开飞九不开，鸾扇斜飞凤卧开，青年创作力大爆发，这是一台大 iPad，它还能当被子盖，令您爆笑全场。加油好，去拿去拿！滴滴快车芝麻开门即将播出。省时间给生活的滴滴快车独家冠名播出的江苏卫视芝麻开门，各位好，我是陈烨。大家好，我是青鱼。我们从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游戏装置了，叫做玩转生活，是我们滴滴快车的定制游戏。你来示范一下。好，开始啊，最快的速度。现在我们滴滴快车的方向盘上迅速的旋转，和这边会升起一个特别可爱的娃娃，然后接到我们的乘客，把它放到指定的颜色上，成功的运送六个玩偶到指定的位置，就可以获得对应的奖品啦。玩这个游戏你要足够快，像我们的滴滴快车一样快。说得非常好，就像我们的滴滴快车一样，给我们最快捷的服务，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去餐厅聚会，然后可以去商场购物，还可以去电影院享受我们的休闲时光。所以在这里邀请电视前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玩转生活的话，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摇一摇扫一扫就可以报名了。通过手机微信摇摇扫一扫进入领券页面，百分百赢取滴滴快车全国通用出行大礼。首先了解第一组选手。天不绝人愿，故事浓见郎。我叫范丽华，诗词让我找到了生命中的那个他，他说不尽的风流儒雅，道不尽的绝代风华。交往半年以来，我们以诗词为媒，唱和相随。但是我马上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读研究生，从此相隔两地，以后大概只能鸿雁传书了。先是美人多自在，敢将公子坐如如。欢迎你们，陈烨姐姐好，青鱼哥哥好。刚上来的诗很美很美，两句是什么意思啊？偏是美人多自在，说的是她，她就是我的自在美人，范丽华。敢将公子坐如如，说的是她，她是我的如如公子，也是我们学校思想史的博士魏厚斌。这首诗的出处是？是我给他写的情诗。对，对呀，我就觉得怎么会没听过，没有听过，然后又对你们那么结合。对，他当时写这首诗的时候还是我们诗社的社长。因为我呢一直很喜欢诗词，然后呢在我们学校就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建了一个诗社，然后后面跟了好多的迷妹，然后我当时就被他的诗迷住了。你也是其中一员。对，我也是其中一员，后来成功上位成了女朋友。今天来有什么心愿呢？是这样的，因为我马上要去南开大学读研究生了嘛，为了能积攒一下我们的约会基金，那我时不时回来查个稿，以后异地了就可以攒点机票，然后飞回来看看望一下。对啊，明白了。两位今天想要怎么分工呢？我答题了。我来了，因为我是博士嘛。我美，我来。平常呢有问题了都会用飞花令解决，所以我们想在这个现场准备用飞花令的这个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用飞花令来区别出谁来游戏是来答题，输了就去下去跑。主持人可以出一个字，这就像一个天然的关键词写在这一样的，我们选个开好不好？
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瑶池阿母齐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忽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映帘机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鸾扇斜飞凤卧开，新桥横过却飞回。好想嗑瓜子。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看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哇，好厉害！该你啊。没关系，我帮你。我家大门常打开。我想到了，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花谢花飞花满天，红哎笑。保重。没有。加油。第一轮答题提醒来看大屏。因为我是一个理科生，所以第一关我决定选择科技题。科技题。第一轮你需要答对四道题。好，做好准备，第一轮答题开始。途中婚礼当中，新娘是哪位著名的科学家？霍金。最早的鼠标是由哪一种材质制成的 ？A. 塑料 ，B. 木头 ，C. 金属。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猜一下吧。最早的话，木头对吗？木头。填空题：美国国防部组建的阿帕网是什么的前身？局域网、互联网。还有什么？因特网。因特网。锂电池的工作是通过哪一种化学反应来实现的？这个我知道，氧化还原反应。恭喜过关。哇。效率很高哎！三连击一次，奖励10秒。第一轮50秒的游戏时间。你是读理的？对，我是个理科生。那为什么会这么爱诗词歌赋啊？这些？是因为这样的。一开始我觉得诗词歌赋它的平仄和谐跟理科的公式它有一点奇异的相似感，但是其实我一开始只是普通的喜欢，然后后来在我碰到了魏兄之后，他给我写了很多情诗，然后我就发现里面传达了很多感觉，让我更加喜欢诗词。主要爱屋及乌是吧？对，然后其实也更加喜欢他了。哎呀，你们想完成什么游戏？就我刚刚看到那个豪华按摩椅，看起来很值钱的样子，我早早就暗戳戳的瞄上了它，所以第一关我决定选择轮胎大力士。轮胎大力士，场中散落三种颜色的轮胎。选手需要搬运轮胎，放在相应颜色的立柱上，所有轮胎全部安放完成，即为游戏成功。我要向你证明，我不仅有文明的精神，还有野蛮的体魄。我相信你。第一轮50秒，终于备。芝麻开门，我出发。这个轮胎真的非常沉，40斤一个。加油！哎呦，小心啊！好厉害！终极挑战那边，终极挑战那边有两个。加油，加油！为你打 call， 好厉害！走走，魏兄走，捞个什么东西走？哎呀！走走走，魏兄走！从那把吸尘器。这么玩命的往里拽，他肯定是个顾家的好男人。你觉得那个模样还是帅的，还是略微有一点？还是帅的，虽然很狼狈，但是在我心里依然是帅的。哎呦，你说他是念诗的时候比较帅，还是搬轮胎的时候那样比较帅？
验尸的时候是精神上比较帅，搬轮胎的时候是肉体上比较帅，都很帅。为兄潇洒美少年，脚如玉树临风前。哎呦，我们先看一下第一轮这个奖品是什么。第一轮你们家收获的是进口婴儿通鼻棒、家用吸尘器和扫地机器人。哇，好厉害。马上开始今天的第二轮答题。好，第二轮题型来看大屏，选一个。我喜欢读诗嘛，诗歌当中有很多名川大山，所以我决定选择地理题。这一轮五道题，做好准备，答题开始。联想题，根据以下提示答一个地名，国内的景点秦皇岛海滨四大避暑胜地之一。承德避暑山庄在的那个地方。对，在哪儿？北戴河。北戴河。亚欧第二大陆桥的欧洲终点站在哪个国家的境内？荷兰还是芬兰？填空题，江苏的什么寺被称为是南朝第一寺？这个我知道，鸡鸣寺。刘公岛城山头都是我国哪个城市的标志性的景点？这个我不太清楚，我蒙一个吧。秦皇岛。图中的地标性建筑位于欧洲的哪一座城市？这个我知道，英国的伦敦。湘江在湘北的最大支流是什么？这个应该是屈原跳河的地方，汨罗江。恭喜过关。哇，三连击一次奖励10秒，这一轮是60秒的游戏时间。爱地理是吗？对，喜欢读诗，主要诗歌里面的地理接触的会比较多。魏兄有带你去过就是大好河山的哪里吗？学校操场散步吗？他不像别的男孩子会约我去吃饭唱歌，他喜欢约我到学校里面散散步，而且他在炫技你知道吗？他看到个草他要说，哎，花花我给你今天写一首诗吧，看到个花他又要给我写一首诗。他可以随便看到目光所及之处都可以作诗吗？现场有很多很多的元素，你选一个东西然后让他给我们展示一下。我其实特别想要一个 iPad， 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异地了嘛，然后我想跟他多跟他视频，所以就是请你用 Pad 为元素为我们做一首浪漫无比的诗篇。主持人，我需要一点时间酝酿一下。不需要他时间，我张口就来好吗？让青鱼兄先来啊，我先酝酿一下。不是作诗吗？是不是？这是一台大 iPad。怎么摔都摔不坏。要问我他还能干啥？他还能当被子盖，怎么样？至少是押韵的，是不是？好，可以吗，魏兄？我就试一下吧。食色生香俱可容，眼中世界幻千重，自随真假开颜色，利耳悲欢淡或浓。哇，好厉害，魏兄！什么意思？我真没明白。就配的是在。就是第一句是食色生香俱可容嘛，它其实是用了《金刚经》里面的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说我们接触到的 iPad 传递给我们的影像，我们可以变成自己的悲欢离合反映出来。明白了，你们的世界是你们彼此能懂彼此是最重要的，旁人进不进得去也就没那么所谓了。他第一轮游戏当中，我们说这一个轮胎40斤，他有多重？他是115斤，应该是。他第二轮对他有信心吗？有信心，毕竟是我家魏兄。第二轮60秒，预备。芝麻开门，加油。这个轮胎是真的很重，而且越往上它越高。啊，加油！啊，好厉害！那边，那个攀岩金色盒子，池子里，池子里，池子里，对。
左边，你左手边，金色盒子，金色盒子，后边，这边。哎呦！加油！啊！啊！啊！绿色好厉害！完成了，推推那个按摩椅，推按摩椅，推椅子，重要的是椅子。你得把按摩椅推出来。我的天哪！快快！飞手走，飞手走，飞手走！快一点！飞手走，走走！哇！哇！大爆发哎！飞手，上来上来上来！好帅啊！贼帅！那让我们无脸的听听这一轮收获到的奖品好了。这一轮你们将收获到的是智能手机、单反相机，还有豪华的按摩椅。啊，好厉害！根据我们的规则，第二轮过后就是可以带着所得的奖品离开的。而且现在呢，你这一轮心愿的奖品已经完成了，所以你们是要现在选择离开，还是要继续挑战呢？我觉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因为我呢。体力也耗得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决定见好就收吧。对，希望你们能够永远成为彼此生命当中最美丽的诗篇，好吗？为你写诗，为你静止，谢谢你们，谢谢，谢谢，谢谢全员姐姐、青鱼哥哥，谢谢你们的参与，拜拜，拜拜。为你我学会弹琴，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为你弹奏所有情歌。本节目由省时间给生活的滴滴快车独家冠名播出，一起来了解一下下一组选手。我是美国藏三凤莫波汀，呼吸吐纳，气沉开合之间。蕴含着中国武术的大智慧，这是我的实力梦里，杠猛有力的，像刀棍棒都能耍得有模有样。痴迷武术的我，每天都会一起琢磨各种武术动作和套路。不过最近我们遇到了一点小问题，我看了很多遍，我都学，我看不懂。这个真的是，我都不想看书了，现在我觉得我们都不行。完成拳击，要换之前，哇，福天你好帅，你有多高啊？1.86米，哎，中文还这么好，还行吧，能沟通。梦里，我是个好人，我绝对不会问你多高的。你习武多长的时间？快20多年了。我是中国国际太极剑冠军，太极拳亚军。为什么会给自己封一个这个张三丰的这个封号？因为我觉得我专项是太极拳，还是很尊重这个张三丰，就是武林大前辈。你们有没有什么深入浅出的动作也可以给我们展示展示的？秦宇能配合一下吗？好，没问题，没问题，我最擅长配合了。有一个拳在这儿，对吗？哦，我们在这儿几个手腕接一下，对吗？哦，然后整个身体往前，这个力就把它推出来。哦，哎，我再换一招呢，我从背后抱住你。抱住的话，我们可以这样，然后松一下，就转身就过来了。我一直就很费解，太极到底能不能实战？就是能实战。哎，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啊？因为他，就是因为我天天打他，对吗？我实力。你就干我这个事儿的是吧？对。所以你今天来带着你这个师弟来，有什么心愿呢？心愿的话，毕竟我们习武那么多年了，对吗？也是北京体育大学的留学生，少林拳军嘛，我们可以去一趟少林寺。啊。然后武当不是太极吗？就想去旅行。学，
学。哦，去求学，去求学。对，最好是印个车，对吗？这个自驾游，我们自己过去。这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师哥，你是想什么风风光光的答题？是这样的话，我这个实力可能没有我聪明，对吗？然后不是真的，是真的吗？是真的吗？是真的，是真的。这次我没有自夸啊。所有闪光的事情都是你承包了。对对。好的，两位相互鼓励一下，我马上开始。行，好，走，走，哎呦，走。哇！第一轮答题题型来看大屏。如果选的话，生活经验还挺丰富的，来个生活题吧。生活题，第一轮你需要答对四道题。对我的语速上有什么要求吗？如果能稍微慢点最好，谢谢。做好准备，第一轮答题开始。联想题，根据以下提示答一种传统的艺术：牛皮、傀儡戏、人物剪影。应该是皮影戏。填空题，旅游业当中的3S 景观指的是什么？沙滩和海水。Sunshine， 太阳、阳光。我国古代把哪一种玩具称为是纸鸢？玩具的话，古代的玩具，哎呀，这个，哎呀，好难。过。图中看到的是镜子中钟表的图像，请说出真实的时刻。应该是镜像的。反过来的话，那12:05。12:05，正确。用滴滴快车时，以下哪一个不是选拼车的理由 ？A. 高峰期叫车更快 ；B. 堵车不加价 ；C. 方便获取发票。都有。这个应该是不是？哪个不是？不是的话，那前面两个都有，那应该是 C， 方便获取发票。恭喜过关，收获到了40秒的游戏时间。为什么答题的时候也要有动作？那个太极拳讲的是要心拼心，就一开始把这些动作打出来，就能进入状态。你运气手腕还是蛮帅的。谢谢。来提高。好。哎呀。想要收获由东昌汽车提供的汽车一年使用权，对应的游戏就是疯狂洗车。疯狂洗车。选手需要在大屏前做出指定动作，启动汽车清洁装置，将汽车上的污渍清除。当所有污渍都被清除，即为游戏完成。第一轮你有40秒的时间，做好准备了吗？史蒂，准备好了吗？Faster, little legs， 小断腿，小断腿。做好准备，第一轮40秒，预备。准备好，芝麻开门，来吧！你看小蛋腿呢。手是两扇门，门脚下是一条根，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们中华五畜魂，魂滚！怎么回事？你快点，你快点！这是怎么动作呢？幅度大一点，你那么慢呢？怎么回事？你快点，你快点，太慢了。他玩挺好的呀。哎，你这样的话，你别回来了吧？你回巴西。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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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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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大就要下去了，要我下去吗？能劈下吗？我们随便劈，随便劈。哦，你师叔夸了他自己好多好多，你说说你有多厉害？你是巴西的武术
冠军啊，拿了连续两次。来看一下第一轮收获到的奖品，来，一共三样：陶瓷餐具套装、南京一日游和500元的滴滴快车打车券。Yes yes yes。好的，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二轮的答题。加油，许哥。好。第二轮的题型来看大屏。毕竟是运动员嘛，所以来个体育吧。第二轮你需要答对5道题。5道题，好。做好准备，第二轮好，答题开始。联想题，根据以下提示答一位中国的球员，四次 CBA 联赛的 MVP， 飞行微微一笑。CBA 不是姚明，是那个叫什么易建联，易建联。图中运动员叫什么名？Tiger Woods。正式拳击比赛中每回合是几分钟 ？A 3分钟 ，B 5分钟 ，C 10分钟。给一个选项。我练过，其实这个是3分钟。三连击，三连击。法甲足球俱乐部的英文缩写是 PSG。这是法国的英文 PSG。很有名。法甲足球的 PSG。最近很火。我都没关注呢，过。床单军团是西甲哪一支球队的别称？马德里亚竞技。世界上第一个滑雪俱乐部是在哪一个国家建立的？这个有意思，我同学是这个国家的，挪威。恭喜过关，三连击一次，所以奖励10秒，这轮是60秒的游戏时间。好，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除了那个车之外？我觉得这次是把那个金盒给我打下来，拿不过来的话呢，不收你这个实地啊。这一轮60秒，预备。芝麻开门。走，我先去拿礼盒了。哎呀！啊，你不会吗？扔掉手套，徒步攀爬。遇见不够呢。快点，这样就没时间了。哇，好轻巧啊你！下来，走，打，拍一下，哎呀！把两个放在门口，两个。啊，对，先，哦，好吧，放在门口。放在门口，不要推进去。对，放在门口。哎呀。你拿点东西，然后够不玩吗？你要一次性进来，你不可以。Go！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哎 ，Go！ 哎，什么？喜欢你这种性格，师弟，我真的对你真的很生气呢。他为什么不玩汽车呢？我忘记了，你忘了那游戏怎么办呢？能完成吗？你们习武之人是不是就点到为止？你看最中间那个，他最开始就想要那个，到最后还拿不下来，他就果断放弃。你下次你必须得把所有的金盒拿进来。谢，你要是不完成的话，我不认可你。看你这个萌萌的样子，我也真是不敢，不好意思怪你。所以梦里，活在梦里。It's okay，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他顺手进来两个奖品是什么？哇，一个健身划船机，还有一个 Xbox 游戏机。好，马上开始进行第三轮的答题。第三轮的题型来看大屏。我们弹琴，那就来个音乐题吧。这一轮你需要答对6道题。答题开始。联想题，根据以下提示答一个男歌手。Michael Jackson。TFBOY 的哪一位成员曾经在联合国青年论坛上进行了全程英文的演讲 ？A. 王源、B. 易烊千玺、C. 王俊凯。那个王源。
哇！歌词七岁的那年抓住那只蝉，出自于五月天的那一首歌曲。歌词七岁的哪一年抓住那只，出自五月天。这有点难度了，对于你。对，哎呀，怎么办呢？这个，没关系，下一题。王菲《红豆》的粤语版歌名叫什么？王菲我知道，那个环。长环漂亮。湖中的乐器叫什么名字？跟那个象象有点像，我欠女朋友是高明月的，这个是那个炸木年。以下音频是电影重庆森林中的哪首配乐？ California Dreaming。 下一题，挪威哪位音乐人凭借个人的电音作品Fate 出道？ Where are you now?Alan Walker。 恭喜我们三年级一次奖励10秒，所以这一轮的游戏时间是70秒钟。你到底，你说是你前女友是学民乐的？对对，是搞民乐的。中国女孩子？国内的。对。哎呦，现在是单身狗了啊。他呢？他也分手了。好，接下来可能在你们去武当的沿路就可以邂逅，所以这台车对于你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我能找对象啊，你知道吗？好，70秒，预备，走。芝麻开门。哎，加油加油，走走，吸，快吸快吸，快点快点快点。确实这马步扎得够宽的。快快快快快，你太慢，你胳膊别松，快点，走走走走起。师哥对你要求很严的，要快点儿，快点走起走起走起。可以可以可以，蹲起蹲起，快点快点快点。当然你出拳也是可以的。对，起起。你这样很累耶。你的蹲起要快一点，频率 up 到 up 到 up 到 fast。 听到了指挥啊，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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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这是第三面，第三面你差一点点就过来拿东西。 Come on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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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那这边这边集合。干嘛是的？哎，你干嘛的？刚刚打破了哈尔滨市单日的接单记录，93单的成绩。就基本上每一天都是我陪孩子玩，他很少。大哥，你都去破记录去了是吧？这就是你的方向盘啊。滴滴快车提醒您，芝麻开门马上回来。滴滴快车提醒您，芝麻开门精彩继续。Go go 金河 ，Go go go 金河，把盒子一次性，这样不算了。白日光啊，这样。对啊，这是霍梦里，我说了梦里啊。你刚才想去拿什么呀？不要水，不要水。好，我们来看看这一轮拿到了什么。第三轮你将收获到家用取暖器、家用冰淇淋机 ice cream 啊，头戴式数字移动影院。现在是三关过后啊，马上要开始今天第四轮，你们是要继续挑战吗？挑战挑战。第四轮提醒来看大屏。我爱看电影吧，硬试题吧。第四轮你需要答对7道题。答题开始。提供迪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三部曲是红白什么？红白蓝，红白蓝。主角是吴彦祖，在哪一部电影当中扮相？Tomb Raider 那个中文孤木力赢冤气之战。刘昊然领衔主演，由八月长安小说改编的青春校园剧叫什么名字？六号人还挺帅的，我看过那个《最好的我们》。
哇，三连击！联想题，根据以下提示答一位男演员：安徽沈星怡、陈燕希。安徽那个陈，那个是他老婆那个陈晓。王子变青蛙的男主角单俊浩的外号叫什么？变青蛙的男生外号，王子变青蛙，也不知道，过吧。平昌冬奥会闭幕式的北京八分钟的总导演是谁？拍的那个长城那个张艺谋。经典电影《美丽心灵》当中的男主角的原型是哪位诺贝尔得主？啊 ，Beautiful Minds， John Nash。历史上哪一位电影理论家提出了长镜头理论？Andre Bazin。恭喜哥哥，两次三连击，这一轮你有90秒的游戏时间。你是什么专业来中国学了这么多年，答这个题这么厉害？我本科是那个东方研究，然后我比较爱看电影，然后身边的朋友也是就是做编辑什么。东方研究是什么方向呢？研究它就是从文化呀、流行文化、什么电影、音乐都有，各个方面都会研究一下。我是现在是上硕士的，北体的，然后那是我本科的学位。因为这一轮啊非常的重要，所以他能不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减少他其他不必要地方的消耗 ？Don't do so big, do fast, okay, and don't do the wushu stuff. Just do what you need to do, okay? 拜了。第四轮，90秒，预备，准备好，来吧，来吧，我相信他啊。芝麻开门。走，好，走，要更快 ，fast。你要保持这个频率，保持频率 ，balance。What is that？ 加油，累了，再快一点，快，大点，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大家给他加油吧，快点，差一点儿，最后一面，蹲起，蹲起，对，不要在手上了，对，快，对。Up and down, more fast. Don't use arms. 差一点，坚持。好的，快！坚持。还差一点。推车。推车，别拿了，推车。别拿了，推车。Go！哇！推，用力。用力！加油！时间到了，他有两面，他哪里有时间拿礼盒啊？哎呦，太可惜了！哎呀，不要拿礼盒了呀！其实刚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快关的时候让他人冲进来，这样至少前面的奖品可以保住。对。男人哭吧，不是罪，再强的人也要全力去疲惫，微笑背后若只剩细碎。但是演得好，上来吧，上来。哎呦，给师哥跪了，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师哥，你快安慰安慰师弟，尽力了啊，那还是心疼他。今天我觉得你们俩展示出来不同的那种。外国朋友在中国传递出来的魅力，最后我就特别想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吸引你们去练中国功夫啊？第一个可能跟别人差不多，就是看那种功夫明星；另外一个，因为这个武术它有这个创作的这个空间，因为我也学过舞蹈，
所以我会把它就是结合然后去表演。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外国的朋友能把我们中国这么经典的武术也好，太极也好，练得这么出色，我觉得特别特别的优秀。谢谢，谢谢快。也非常谢谢你们的参与，谢谢。拜拜。感谢芝麻开门官方招募伙伴作业帮，来了解下一次选手。我是高松，是哈尔滨的一名滴滴快车车主。我的乘客基本都是80、90后。你好，滴滴司机为您服务。开车时和他们聊天也是我工作中的一种乐趣。我常常和乘客聊起我的爱人千惠，温柔贤惠，多才多艺，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烦恼的事情。接单破纪录，媳妇儿却吃醋。今天来挑战，大奖拿无数。欢迎，来介绍一下自己吧。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的快车车主高松。我在前不久呢，刚刚打破了哈尔滨市单日的接单记录，创造了93单的成绩。哇，一天93单。是的，至今无人能破。可以，哇，这真的好厉害。但是千惠，你为什么上来说媳妇儿受委屈呢？他当了这个接单王之后，的确是给队友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对啊，但是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有一些困扰。比如说，因为我们两个人平时工作都很忙，我在电台也是一名主持人，然后呢，本来今年过年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出行出游的计划的，然后呢，在过春节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想出去接单。为什么要春节非挑这种点出去呢？因为大年初七的时候呢，用车非常的紧张，大家都想最快的速度呢回家。我就号召了我们的很多的滴滴的车主，然后一起去上路接单，让大家尽早平稳的回到家中。其实那一天的时候我是不同意的，他还是坚持去了，就是这个年没太过好，然后出游计划也取消了。那今天来我们的舞台，我们有什么可以为你们些许弥补一下的呢？我想给我的媳妇儿一个最好的一个出行的一个大奖。今天我们会格外努力的，尤其是我。好的，两位今天怎么分工？我做游戏，然后老婆来答题是吗？是的。好的，两位相互鼓励一下，马上开始。加油加油加油。做好准备，第一轮的答题题型来看大屏，选一项。这两年看了很多电影，就选影视吧。影视题。第一轮你需要答对4道题。做好准备，第一轮答题开始。电视剧《烈火如歌》当中，如歌喜欢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啊，这个绿色。猜呀，还有什么？白色、红色。电视剧《利刃出击》当中组建的反恐突击队的代号是什么？蒙一个吧，飓风。图中是哪一位国内男艺人的局部图？张艺兴。杨幂曾在《神雕侠侣》当中饰演过哪个角色？这个前两天我看报道，郭襄。与刘亦菲一起主演的《恋爱大赢家》当中的富家子男艺人是由谁扮演？恋爱大赢家。对，这个男艺人是谁？不怎么看。没看过是吧？电影《战狼2》当中饰演商人钱必达的是哪位相声演员？于谦。于谦。恭喜过关，第一轮收获到40秒的游戏时间。哎，你怎么会张艺兴回答的这么快呢？平时比较喜欢看娱乐报道一些。这些也是他陪你一起看的吗？还是没有，我跟我的小情人看。孩子。就基本上每一天都是我陪孩子玩，他很少。大哥，你都去破纪录去了是吧？
确实很忙，确实很忙，在这方面呢也是对不起我的家人。所以这一轮你可以好好努力一下。第一轮你有四十秒钟的时间，想玩什么游戏？玩转生活。玩转生活，对应的奖品呢就是由滴滴快车提供的巴厘岛双人自由行。四十秒，预备。芝麻开门。如果你玩的不好，那已经没有什么人适合了。这就是你的方向盘啊，应该很熟悉吧？这个方向盘，来，加油，加油，再加油，加油，加油！好，去拿，去拿，快呀！去拿，快！快快快，送到指定的场景里。粉色，粉色，漂亮。好，回来，继续，继续。继续加油，稳准狠啊！好，好，可以去拿了。好了，快去拿，去拿，去拿了！可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加油！滴滴快车重要的就是要快。加油，加油，加油！快了，加油，再加油，好的，好，可以了，可以了，快。不行了，不行了，好，走，快走吧，不转了，不转了。大哥对自己的体力有非常清晰的判断，就这样吧。头晕的厉害，怎么样？今天折腾一下，有没有抚平自己心中的些许的那些？对，这个气消了一半了，是吧？人生贵在折腾。您开始说这个您喜欢看电影，那上一次跟大哥一起看电影是什么时候啊？哎呦，这个得要几年前了，回忆不起来了。哎，弟弟，我突然想到一个招。你以后每天上下班的时候有事没事你就打滴滴快车呀、啊、这打老公接单是吧？好办法、哎、所以说你春节的时候闲着想见他，我也打快车，你来接我的单，我看你见不见。太棒了。滴滴快车对于乘客来说节省了更多的时间给生活，但对于车主来说其实也应该有的时候适当的放松，陪陪家人，对不对大哥？是的是的是的、啊、是这样的。我们来看看这一轮拿到了什么。这轮一个是全自动的扫地机器人，还有一个全自动的足疗机。哇，太棒了，很家用哦。您为什么顺手挑这两样回去啊？因为所有的家务都是他来做的，平时又工作又带孩子，确实很辛苦啊。哎呀，暖暖的，很贴心。得要感谢啊，感谢芝麻开门，感谢滴滴。我们非常乐意为你们的幸福家庭做出自己的一点贡献。是的，马上开始今天第二轮。第二轮答题，题型来看大屏。我选历史吧，历史题。第二轮你需要答对的题数是五道题，做好准备。第二轮答题开始。贞观之治是哪个皇帝在位期间的清明政治？唐太宗李世民。著名的枣宜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的哪个阶段？初期、中期。它这个有一个术语，不是以前中后来。加油加油！图中是哪一位古代刺客的故事？啊，荆轲刺秦王。老当益壮马革裹尸出自于哪一位汉朝名将之口？马援。标志着二战结束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签字仪式在哪一个海湾举行的？你可以随便说，你可以猜。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试验场是位于新疆的哪个地区？新疆罗布泊。填空题，唐代的五都指的是长安、洛阳、成都、什么和太原？凤翔。恭喜过关，这一轮五十秒的游戏时间。
来，这一轮，你老婆为你赢取到了50秒的游戏时间，做好准备了吗？做好准备了。好，50秒，预备。芝麻开门。大哥一天接90多单，他就差不多忙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是。加油加油！好好好，快快快！多转了半圈。橙色的，橙色的，放到电影院。橙色。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稳稳的，稳稳的。加油，你可以稳一点，因为你只剩下2个了。加油，加油，加油。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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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拿，拿，拿。好。最后一个，加油啊，加油！拼了，拼了，拼了，拼最后一次！还是要注意速度。快，快，快，稳稳的，最后一个，好。还剩3个。好，好，还有。好，好，好，快拿，拿，拿。男神驾到，魅力火爆，帅气帅气！我是阿根廷最帅的大嘴夏波波，我是南通流川枫。阿根廷帅哥逗趣十足，能否破解足球高手？拍立得，拍立得，拍立得，拍立得！篮球兄弟热血闯关，单手拉车引爆全场。就这个！滴滴快车芝麻开门男神专场，下周二晚播出。芝麻开门马上回来。芝麻开门精彩继续。把那个舵拿出来啊。还有啥啊？这个你就拿手差不多就可以了。快快快！上来吧，上来！哇，还这么贴心呢，把这个奖品对应的舵拿上来了。太帅了！这是送给你的。辛苦了，辛苦了。向你赎罪。来看看吧，我们看看这一轮你们获得的奖品是家用洗车机、智能双轮平衡车，当然还有最后的大奖，就是由滴滴快车提供的巴厘岛双人浪漫自由行。太好了！你这次真的能带着老婆和孩子一起去了吧？是的，是的。今天呢？向你郑重的承诺一下，端午节我不再去工作了，陪着你和孩子去远行。哇，真好啊！希望你们的巴厘岛旅行愉快，好吗？好，感谢二位主持人，谢谢你们，谢谢，拜拜，拜拜，拜拜。车提醒您，芝麻开门马上回来。滴滴快车提醒您，芝麻开门精彩继续。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在这要非常感谢滴滴快车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当然，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您也想来到芝麻开门的话，报名方式就在屏幕的下方，您可以拿出手机摇一摇，扫一扫，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了。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男神驾到，魅力火爆，帅
阿根廷最帅的大嘴夏波波。我是南通流川枫。阿根廷帅哥斗趣十足，能否破解足球高手？拍立得，拍立得，拍立得，拍立得。篮球兄弟热血闯关，单手拉车引爆全场。就这个滴滴快车芝麻开门男神专场，5月22日晚播出。